我们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我了。我把我送给你，不用还，你要不要？女人啊，小时候有爸爸疼，长大了以后有老公疼，啊，老了以后有儿子疼。男人呢，小时候听妈妈的话，小大了以后听老婆的话，老了以后还得听女儿的话。然后所以呢，关爱男人。哎，你看我今天好看吗？好看，像蒙娜丽莎的妹妹。她妹妹谁呀？真他妈傻！你给我滚来，滚！我1.6米，长相一般般，可是我贼有钱。跟我谈恋爱的车子房子随便挑，二环以内的房子随便选，信用卡随便刷。但是，如果遇见你要花光我所有的运气，那么，请你离我远一点，因为过年我要打麻将、斗地主、拖拉机啊，离我远一点，听见没有？